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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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大家好，我要学一下道元法师讲啊。电脑旁边的朋友你好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今天繼續講這個上個禮拜講了有少少講了唔得啊，好多回音啊，唔該。上個禮拜講了友情啊，講了六趣啦，趣就即係趣向咁解啦。下次你可以去邊，即係下一期嘅生命，你有六笪地方可以趣。啊其实基本上那六趣三界四生都讲完了。那今天呢就想继续即是提醒大家一点点。上个礼拜呢有讲过这个说所有受业逐期非尘以是因缘众生相续，这个上个礼拜的东西。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你譬如说四生啊，即係四種出生嘅種類啊，可以好似譬如胎生啊、卵生啊、濕生啊、化生啊，呢大家咧都要係隨我哋嘅業啊，即係我哋做嘢做過嘅嘢、做過嘅行為受報嘅。好似譬如身體上面嘅行為啊，口講過嘅嘢、口嘅行為啊、口業啊，乃至到意業最緊要嘅，其實係個心。个心系带动我哋个身同埋我哋个口嘅行为啊。咁如果行善咧，咁你就会飞升啊，就飞沉啊，逐期飞沉嗰个飞，飞升三善道啦，就变成天啊、人啊、阿修罗。边个上个礼拜都有讲过晒啊。作恶咧就下沉嘅，啊飞沉嗰个沉三恶道，沉落去地狱啊、鬼啊同埋畜生。咁所以咧六道嘅众生。相續無有間斷嘅，咁上個禮拜亦都有講過咧，話嗰個心念咧，都已經可以搞到啲冰花咧，有唔同嘅樣啊嘛，咁所以要好留意自己嗰個念頭啊，就話唔好因為嗰啲善嘅事太少而唔做。又不要因為那些惡的事太少而去做，那這些都是溫回上次的。那我們即是既然講到友情觀呢，那你友情的業做的事不同，那就成就不同種類的眾生的。那就我都上個禮拜有講過呢，因為即好像年年都是講這幾個題目呢，咁我哋今年就搞啲新意思啊，唔想跟翻以前咁。因為我記得以前，如果我講友情啊，講世金堂應該係講世界觀，友情同世界觀。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唔知點樣，我記得初嗰陣時，咁就嗰陣時仲係喺界限街，咁啊去請咗去佛節請咗一個大嘅表，咁入邊咧就有講唔同嘅。即係我上個禮拜咪有個須彌山咁樣嘅嘢嘅，咁嗰個表咧就講曬俾你聽啊，地獄啊點樣啊，又點樣啊，地獄啊、惡鬼啊、畜生啊，乃至到唔同嘅天啊，點。咁咧就形容曬咁嗰度嗰啲世界係點樣，咁啊講出嚟嗰陣時，咁就好悶。咁悶到咧，後面係直情有個人係瞓著咗跌咗落嚟。咁我就唔想再繼續係咁啦。咁所以咧，不嬲呢幾排都
唔係好，都唔係咁講噶啦，都唔係講話，即係唔係形容俾你聽，嗰六道係乜嘢啊？嗰四生又係乜嘢？唔好淨即係啊，俾啲相你睇啦，諗住。咁跟住就進化咗少少嘅，就講點樣會即係不如即係唔同你講嗰啲係乜嘢啦，咁啊同你講點樣會做到嗰啲嘢啦？點樣會做到嗰啲嘢咧？咁就。比較有趣啲嘢，因為唔同嘅業咧就做唔同嘅嘢啊嘛。咁好似你哋有一堂都好似業果輪迴嘅，咁好似又同人撞咗，咪唔係幾好。咁不如就講下，既然都係講緊個友情，大家都係有情嘅，有情色嘅，大家都有個心喺度啊。咁每一個眾生都有八種心，或者有八種色。咁不如都係講，即係講多啲友情關於大家嘅嘢好過啦，係嘛？咁所以今次咧就有啲嘢唔同嘅，今年係講啲唔同嘅嘢啦。咁因為如果講到話友情嘅業嘅差別唔同，就造成種種唔同嘅種類嘅眾生。咁個業既然係以個心係為最主要嘅因咧，咁我哋不如睇睇啦。咁譬如我哋個心咧，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反應嘅。如果譬如大家譬如我哋，因為好多字嘅，唔使理嗰啲字嘅，淨係睇某啲公仔得噶啦。嗱，譬如我哋遇到突發事件，譬如我哋遇到壞消息，咁啲人就會話：我哋通常會有啲咩反應嘅咧？咁通常第一件事。梗係會否認啦，震驚嘅。咁呢啲係友情個反應嚟嘅，即係譬如驚、否認，唔係我啊，唔係啊嘛，邊個話邊個死咗？唔係啊嘛，唔會嘅。我生 cancer 唔係嘅，唔會嘅。你係咪搞錯？初初梗係咁諗嘅，震驚啊，或者係否認啊，第一個係否定啦，或者你好嬲啊。所以你見到很多時候啲病人咧，會好多時候係，譬如話做咗三十次電療出翻嚟，跟住又即刻翻發，有冇搞錯啊？開始嬲，咁佢呢啲咁嘅情緒反應係好正常。咁譬如佢通常都會向啲屋企人，通常嬲咧，你通常對啲冇乜關係嗰啲人就比較客氣啲，對於屋企人咧就好。好，你想想你家鬧得最多嗌交通常都是最親的那些憤怒啦。又遇過第二啲事可能會有少少協商嘅即係或者話不如呢我唔死住你俾我見到我個仔娶新抱咁我就安樂啦咁好似喺度講數啊。講數咁，有啲咁樣嘅心態，俾我俾個仔娶咗新抱，或者跟住咧俾個新抱生埋個孫，俾我抱到孫，咁我就安樂啦。佢都抱到孫就話：哎呀，又想個孫大啲啊，到佢自己識行識走。你喺度講數啊，好多時都會係咁樣啊。到個孫大咗，不如我睇佢小學畢業啦，跟住睇佢中學畢業啦，不如睇埋佢大學畢業啦，咁我就完啦咁。咁有時候不如睇埋個孫娶埋新抱添啦，咁抱埋塞啦，咁呢啲係好正常嘅，即係當你遇到你會講數，因為或者有一種咧最普遍啊，會唔開心咯，即係譬如你會悲傷啊，會恐懼啊，焦慮到不知所措啊，自憐啊，空虛啊，迷惘啊，抑鬱啊。即係好多時候，啲人無端端會抑鬱係即係好慘好慘，直情病埋，唔想見人，唔想食嘢，唔想瞓覺。總之就抑鬱咯，大家都知道抑鬱，直至到你接受咧，係一個好長嘅過程嚟。咁雖然。心理學家可能話係會經過咁多咁多個步驟，但係直至到你真係去接受嘅時候咧，你有唔好嘅消息，直至到你接受咧，你中間唔呢啲咁幾個情況咧，
係會發來發去，發來發去，發來發去嘅，唔會話單向地。唉、哎，我首先係否認，跟住就嬲啊，跟住協商啊，跟住抑鬱嘅。你抑鬱完又可以又嬲翻，嬲翻完又可以否認翻，否認翻又可以再抑鬱，抑鬱完咧又可以協商。就算你接受咧，接受都有好多種接受嘅喎。係啦，有乜辦法啦？咁一個接受。是啦，冇所谓的，嚟啦，咁又另外一种接受，系咪？咁所以人嗰个情绪咧好多。咁如果话我哋众生嗰、那个好多时候咧，都系有烦恼啊，都系因为我哋个我执太重，由呢个我而生烦恼嘅，呢啲好正常噶喎。嗱，一大堆相，影一大堆人。你梗係揾自己先嘅噃，睇下自己影成點先嘅噃。頭先我喺個房間仔嗰度啊，你有本五十周年嘅期刊，咁你話啊有佛學班喎、哦，咁我梗係揾，梗係有我嘅相啦。咁我嗰日走去揾自己相，跟住又覺得哎呀嗰、那個相好病啊，嗰、那個樣唔好睇啊咁。哎呀點解人人啲眼係個個咁好睇嘅咧？咁你呢、這個呢啲唔係我執咯，樣樣都係我啊我啊我啊，好似譬如話我親。啊！影得你唔靚，你唔高興啊！我愛影得我開，影得我好睇，我好開心啊！呢啲咪痴咯，如痴嗰個痴啊！我剪曲，我呃人，或者我妒忌人，點解人哋影得我咁好啊？都係喺度啊，或者怨恨啊！啊，呢啲全部都係由個我嚟嘅。其實最主要好多嘢都係好多時候，如果咧由罪作種種業，由業受苦，即係又唔明白啊，又無明啊，做種種業，由業受苦，做極重嘅業就受地獄苦。咁好多嘢都係譬如地獄咧，你譬如《楞嚴經》入邊就有講得好清楚，你做依十樣嘢咧，所謂地獄十因啊。看不完喎呢邊咁啊，所謂地獄十因咧，好似譬如一者、二者、三者、四者、五者、六者冇問題。咁最緊要係好似話，我其實你話做十雜因喎，做邊？譬如淫，譬如貪，譬如慢，譬如親，呢啲都係呢啲我哋好多時候都有親譬如。呃人渣、狂怨、见妄、纵呢啲咁样嘢，咁啊死啦！个个都做喎，咁啊个个都堕地狱，咁啊死了。好似上个礼拜咧，你有个同学走出嚟问我问题，即系临入 lift 咁样入问问题。通常最精警嗰啲问题就系嗰啲时候先嚟问，咁啊大家都听唔到。我唔知嗰个同学有冇再喺度。咁佢问，因为我上个礼拜讲咗好多地藏菩萨嘅嘢。咁佢好擔心，即係你話念觀音菩薩，咁你就去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啊！你念阿彌陀佛，咁你係念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啊！咁你念地藏菩薩，咁你之後係去邊嘅咧？咁你係咪即係發心跟啊地藏菩薩一齊去到幫人咧？即係好擔心佢，我睇佢好擔心。咁我又諗下。咁通常咧，你譬如弘一大師咁樣咧，咁佢哋譬如修淨土嗰啲咧，佢都會佢譬如佢個主力修行，咁佢當然係念佛啦，念阿彌陀佛啦，但係都會話做一個副嘅修行方法，就係、是、加念地藏菩薩嘅。咁其實咧，你話之後你要去邊咧？除咗你睇你自己。做咩嘢之外咧，你個心嚇、啊、做乜嘢？最緊要個心帶動你個身體，帶動你個口做乜嘢嘢，咁咪令到你下次去邊？咁你除咗自己做嘢，你自己仲可以發願嘅。咁大家發願去邊㗎？去西方。係上次好似大家都係去西方多嘅。上次有一位坐喺度嘅。唔知可能驚咗啦，唔知去咗邊啦。咁咧就啊有唯獨是一位就話我要去兜率咁樣嘅。咁其實總之都係去淨土啦。咁其實你話念地藏菩薩，
咁係咪話跟住你就係話咁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咗出嚟嘅，係話如果你咧讀地藏經咧，你知道啊，地藏菩薩就講過嘅，你任何一個人，男人女人好，善男子善女人，只要對佛法有一念恭敬心，佢都會喺地獄兜翻你上嚟。咁所以呢個唔係話你跟住你念地藏菩薩啊，去邊個？我諗咧，你如果係真係你係發願去咗邊度？你發願生淨土嘅，你發願去東方淨土好，你發願去西方淨土好，你發願去兜率內院好，你發咗個願，咁有時未必得，咁又有時可能因為啲業力咧，咁啊拉到你落去地獄喎，你做呢咁多樣嘢。咁有多一啲嘢嘅，即係如果你要做咁，但係唔係真係做咁多嘢就一定會落墮地獄喎啦。你睇清楚，我已經特登咧嗱，無論你淫雜好、貪雜好、慢雜好、親雜好、詐雜好，你係要不停啊，你唔識停啊。你停就好喎，冇地好地地喎。你如果你淫到唔停，你貪吸攬不止喎，唔識停喎，係咁貪，係咁慢千流不息嘅，唔識停嘅，親到不息嘅，係咁嬲，咁就係墮地獄。其實有少少善嘅心咧，或者大家多啲念地藏菩萨咧，对佛法有少少恭敬心咧，都唔至于堕地狱嘅。咁我系讲翻依样先啦，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好多譬如我哋反抗啊，即系吓抌晒地啊，抌蹄抌爪咁啊，小朋友。他們控訴都是一些不善的反應，因為我們經常都太強調什麼是我和什麼是我的，這個電腦是我的，今天這堂課暫時是我說的，或者這個兒子是我的，所以特別如果這個兒子是我的呢，咁所以點解有時會跟啲新抱咧，就唔係個新抱就覺得呢個老公係我嘅，咁所以嗰個阿奶奶同埋阿新抱咧就會咁，即係大家喺度爭，都係咩我同我嘅。咁如果阿仔就會話唔好講呢啲啦。咁大家都明白，因為無明啊，我哋於逆境所作盲目嘅反應啊。反應嚟嘅，呢啲係盲即係好似咧嗱，啲醫生咪去譬如你去做檢查，會睇下你嗰啲反應啦。嗱，譬如打你個膝頭哥，睇下你自己你一打呢度，你自然會踢出去。呢啲係盲，呢啲係反應嚟嘅，唔使經過大腦噶，自然你打你呢度，你就踢出去噶啦。咁呢啲都係反應嚟嘅，咁呢啲。如果我哋平日因為無明嘅關係，即係唔明白佛法嘅道理啊、因果嘅道理啊、波野嘅道理啊呢啲，咁我哋喺逆境面對有啲嘢係唔順啦，咁就自然就會做啲反應出嚟，之後會後悔嘅。做一啲反應，好似譬如噏嘢、講説話會，你講咗出嚟啊，收唔翻啊。你講咗出嚟就會令人哋唔開心啊，咁或者你做咗啲嘢啊，會唔會都會令到痛苦加劇？做咩嘢你哋嬲會點啊？會唔會掃嘢？掃曬啲嘢，有冇人試過掃嘢落地啊？其實係我揾自己笨嘅，掃完之後咪自己要執翻，係咪啊？所以我就試過以前我細個掃過一次，後屘又要自己執翻，都係以後冇仔揾笨嘅，仲辛苦過乜嘢？咁。我哋有時候會點呢？有時即係我點解會揀呢啲相？因為有時即係覺得好似自己咯。我哋成日自以為無論做咩嘢都比人強，
事件引起的，基本上就是即係呢啲挫敗啊、冇耐性啊、唔寬容啊、傲慢呢啲，全部都是互相有關係的。嗱，譬如我哋好多時候咧，成日都以為無論我哋做乜嘢都比人好啲喎，掃個地又比人哋掃得好啲啊，揾個香爐都揾得靚過人啊，咁呢啲咧好衰。又或者我哋成日都會批判人啊，嗱，你啊咁啊做得唔啱啦，你啊咁樣啊做得唔好啦，咁就開始厭惡人啊，或者鄙視人、睇人唔起啊，硬係覺得比人優勝啊，我哋硬係比人重要嘅。我哋最重要嘅，咁我哋有时会遇到，即系你觉得你比人强咯，咁你就会反白眼嘅，碌晒上去唔识反翻落嚟啦，贬低人啦，同埋讲人是非嘅，咁呢啲，呢啲咪全部都系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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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啊，俾到你去，而家修六道波罗蜜啦。《波野经》入边讲嘅，《摩诃波野经》入边讲，嗱，你就算系修六道波罗蜜啊，六道即系菩萨做嗰啲嘢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你做得嚟有个我做咧，都系唔系多对路噶喎。啊，睇下佢讲乜，佢话如果我哋啲菩萨咧，啲菩萨摩萨用有所得故布施。即係布施，布施嘅，即係好似譬如話財布施啦，俾錢人啦，或者法布施啊，教人哋佛法啊，或者無畏施啊，等人哋唔使驚啊。布施係布施呢啲咁樣嘅嘢嘛，歸呢三大類。但係你如果布施嗰陣時諗我與彼受，嗱家下就我俾錢過你啦。如果是这样想，中间还有说所思，我就给二千元你了，我就给二千元你了，那有了给那个人受那个人还有中间那个物呢，哦，这个叫做德坛罗，这个都是叫做布施，不过不是叫波罗蜜，波罗蜜者到彼岸嘛，没有烦恼的彼岸嘛，你而家咁有我，有我去做某啲嘢去俾第二啲人，乜嘢相都齐晒啦。咁所以呢个系算系布施，但系就唔系波罗蜜啦。咁咪呢叫有相嘅布施都好，好过你咁，梗系最好就无相嘅布施啦。但系如果无相嘅布施做唔到，你都有相布施下。如果你一啲布施都唔做，咁啊仲衰。就算说布施持戒，持戒都是的，如果你说我持戒，持那个是戒，持是戒，这个叫做得戒，不得波罗蜜，就是这个有我去持戒嘛，那我就持戒了，你就不持，你就犯戒了。很多人这些是这样的，你自己做你就自己做咯，那得啦，你自己一个持晒啦，其他的人不用持啦，是吧。那我忍辱为是人忍辱，是明德忍辱，不得波罗蜜。如是者，我精进为是是勤精进，我就好精进噶。我就嗱，呢个系德精进，明德精进，不得波罗蜜。我就修禅罗，所修嘅就系禅罗，是明德禅罗，不得波罗蜜。我修慧，所修是慧，即系呢个系能修啦。我就系能修嘅，所修嘅就系慧啦，是明德慧，不得波罗蜜。咩都系我啊，我啊，我咁、啊。如果我得咁多嘅时候咧，咁你就好烦噶，好容易好烦恼啊！乜嘢都喺个我度嚟噶嘛，烦恼。咁所以，咁由我师傅啊，咁啊介绍俾大家识啊，上升下一老和尚，我始终都要讲翻啲嘢嘅，嗰阵时嗰啲嘢嘅。咁嗱，话说咧，我系有个初识嘅。嗰陣時有初識嘅朋友啦，咁佢係初初學佛嘅，咁佢就唔知道我師傅係何許人啦，咁就嗰次就上嚟寶林，咁就問我師傅：老和尚，你仲有冇煩惱啊？我心諗，咁我睇戲，我喺旁邊睇戲點答得？咁你估我師傅點答啊？冇啊！
太烦恼噶啦，会唔会咁答啊？佢一定唔会咁答啦，系啊，真系唔系我师傅啦，就算佢真系冇烦恼，都唔会咁样答啊。咁啊，烦恼自然有咧。咁我嗰个朋友就好失望啊，心谂车你咁大个和尚，你都话自己仲有烦恼，佢唔明白啊，佢真系唔明白啊。如果我师傅，如果一个人真系冇烦恼，佢会唔会话俾你听？如果一个人真系话，譬如一个人真系证咗什么什么果，证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都系菩萨，菩萨会唔会周围同人讲我系菩萨嚟噶？会啊，菩萨系无我啊嘛，点会咁讲嘢噶？嗱，你嗰啲守菩萨戒嗰啲人啊，通常守菩萨戒嗰啲人咧。如果去法会啊，梗系退到最后让人行先嘅。但系佢哋其实应该要行先过人，佢哋唔会我系菩萨戒噶，我要行先嘅，唔会咁样噶嘛。所以如果有人同你讲话我冇晒贪爱噶啦，咁啊好危险啊！话唔系话你系你都唔会认啊，系咪先？因为如果真系冇晒，真系冇晒贪爱，或者真系冇晒烦恼，佢唔会认啊嘛。如果佢真系证咗果，佢唔会认啊嘛。认就唔系证果啊嘛。认即系有我啦，点会系证到果呢？咁就叫讲大话，咁唔系咁叫打妄语。好認真，好嚴格咁嚟講，就叫做打妄語。咩殺到人妄嗰個妄？因為如果你話真係證咗果，係真係唔會講嘅。講嘅就唔係啦。嗱，呢啲我哋下個禮拜會繼續講呢啲嘅。嗱，又喺呢個。这个又是摩诃波耶经讲的，他说、哎、阿难，如果一个菩萨行菩萨道的人和求声闻道的人两个在那里吵架，那么魔呢就有个魔就会作来 会想了，嗯，好了，事远杀薄弱，即是、哎、有牌都未、哎、得到一个大智慧的了。如果菩萨和菩萨两个一起在那里吵架，嬲嗱，总之如果见到人嗌交咧，个魔就开心啊，好嘢啊，佢有牌都未得，什么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牌都未得。如果两个菩萨一齐嗌交，佢就开心到不得了，哇，欢喜大踊跃啊，两离杀婆若远，两个都有牌都未得啊。但系人就好衰喎。呢、这个旧年做的，啲人好中意睇佢两个嗌交喎。啲人咧好中意睇人嗌交，唔知点解。你睇下好多时候你譬如网上边好多嘢咧，你譬如搭巴士啊、搭地铁啊、搭咩嗌交嗰啲片啊，好多人睇嘅，唔知点解，好好睇咩？好影咩？影人嗌交，咁又有好多人睇喎，都唔知点解。人就系好衰噶，有啲研究做咗出嚟咧，如果系讲人哋衰嘅嘢咧，就好多人中意睇喎。即系譬如讲啲名人嗰啲衰嘢咧，就好多人睇喎。但系如果你讲佢好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咧，冇乜人理喎。人就系咁衰。这个寒山，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唐朝两位出家人，他们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拾得，两师兄弟来的。那这句是很出名的，近时挂起的，你们佛称现在不知道挂了去哪里。他很出名，寒山就问他的师兄弟拾得，说如果世间有人毁谤我，即是无事屈我，
砌我生豬肉啦，真係胖我啦，委胖我啦，欺欺我，蝦我啦，辱我，即係侮辱我啦，笑我，輕視我，睇我唔起，賤我，仲喐多幾腳添，兇我啦，惡我，呃我，應該點算啊？咁於是成日都有喎、啊。咁阿十德點答佢呢？阿十德就話：十德就話，你忍佢，你讓佢，讓佢、哦，讓佢、哦。我哋最近先至問我哋啲義工打獵啊，係佢哋問啊嘛，嗰陣讀緊《藥師經》，解冤釋結、哦，問我咩叫解冤釋結、哦，咩叫釋結、哦。嗱、啊、咁我話啊，去嗱咁啊。结个结俾你睇啦，结啊点解啊？点解结啊？各位，嗱，我而家结咗个结，点解啊？点样解开佢啊？自己解，系啊，用手解嗬，用梗系用手解啦，唔通用牙咬咩嗬？点样解啊？嗱，即系好似譬如如果结咗个结，你点样解个结噶？你通常系点解个结噶？吞翻出去嘛，松翻个结噶嘛。如果你系死掹死掹死掹，咪越掹越实啊！两边啊，譬如两家人死掹死掹死掹，点样解咧？系向后吞啊嘛。咩系向后吞？让步，退让，向后吞。大家向後退，咁就解咗個結咯。咁呢個為之讓，有時好難嘅，真係好難嘅。有時候其實講白啲，有時好多事發生咧，一係你讓，一係人哋讓嘅啫。好多時候你就唔讓，人都會，我都會。即係讓佢啊，由佢啊，避佢啊，耐佢。忍耐啊，敬佢添啊，仲要。其實最精警嗰句係呢句，唔係，仲有一句，不要理佢，不要理他啦，不要理他呢句都好難嘅喎。你唔好以為不要理他都好難嘅啦，已經最精警呢句。再過幾年你且看他。嗰陣時我細個真係唔識噶。我細個，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呢個咁樣嘅對話係當我讀中學嘅時候，嗰陣時候哇寫得真係好啊！再過幾年我睇你點死咁啊，以為係咁解啊。但係佛法點會咁樣解啊？梗唔係咁樣啊！但係真係喎，因為咧呢、這個道理其實真係呢樣嘢嚟嘅，即係呢樣。鄭板橋有個親戚。鄭板橋喺京做官嘅，咁啊有個親戚寄咗封家書俾佢，就喺度同佢講話嗰個親戚咧就話喺屋企喺鄉下咧就入同人拗叫，大家就喺度爭嗰條路咧，嗰條路我又擺出啲，佢又擺隔離又擺出啲，我又再擺出啲，隔離又擺出啲，嗰條路變得好窄，咁咧就要鄭板橋出嚟主持公道，咁啊鄭板橋就話。你千里咁远，你写封咁嘅信，净系为咗埲墙啊？你让他几尺又何妨？又何妨呢几句系真系好大个胸襟。有啲老和尚教自己啲徒弟咧，又何妨啊？咁哇，真系好有型。嗱，你睇下《万里长城今犹在》啊。不见当年秦始皇，即系咪啊？再过几年你再看他啦。呢啲系即系话啲嘢系成日变紧嘅，啲嘢真系变得好紧要嘅。我初初都以为今日唔使嚟嘅，我以为打风，因为嗰阵时候系咁啊，弊啦，咁啊点咧？咁仲有一堂咁啊点？我个风啊明明话咁样向噶嘛。真係話今日同聽日咧就指到正香港噶嘛，咁我真係問曬你哋啲
工作人員㗎，你哋有冇咩指引㗎？係咪到時有黑雨啊，或者到時有乜嘢？係咪嗱？所以啲嘢係成日變嘅。你而家諗翻轉頭都覺得好笑，所以咪就係話你呢啲嘢咪就係話再過幾年你且看它，即係你再睇翻轉頭，你再離遠啲睇，已經唔同個世界啊。咁呢個好啊，我好中意講呢個。呢個咧係我好中意睇嘅一個卡通片嚟嘅。咁你唔好以為睇卡通片咧係冇意思喎，係好有啟發性嘅各位。嗱，我哋今日都係講緊一啲比較譬如講嬲啊呢啲咁嘅情緒啦，唔開心嘅情緒。咁呢個卡通片咧，我介紹我四位朋友俾你識啦。咁佢哋咧就係四個叫做佢哋四個係一啲叫做企鵝嘅嘢。咁啊喺非洲唔係喺南極嚟嘅。Penguins of Madagascar。咁啊，總之佢哋但係咧就去咗呢個紐約嘅一個動物園入邊。佢哋雖然有啲好可愛嘅企鵝咧，但係其實暗地裏咧，佢哋其實係一啲特工嚟嘅。咁佢哋係要嚟保護全個動物園嗰啲動物嗰啲小動物嗰啲平安。咁佢哋幾個特工咧，佢哋有幾個人㗎？咁啊又有譬如Skipper 啦 ，Skipper 就係阿頭啦。咁啊 Kowalski 咧就係好叻嘅一個科學頭腦，好叻嘅人。咁啊 Rico 咧就癲嘅，基本上即係講嘢又唔清楚，但係好暴力嘅，大到好叻，好打得。咁啊 Private 就係最有愛心嗰個嚟嘅。咁啊事完咧，有一次喺佢哋嗰個動物園咧，就嚟咗只青蛙。因為青蛙咧就咁嘅樣啦，好似好可愛啊，眼睛睛咁樣咧。咁但係咧，佢其實就係喺南美洲嗰啲森林嗰度，熱帶森林嚟。你睇佢嗰啲手手腳腳咧，佢原來咧係極度危險嘅人嚟嘅。佢原來呢個其實係奸角嚟嘅。佢嘅因為佢係好樣衰，因為佢嗰啲手手腳腳咧，佢係好毒噶。佢係嗰種咧，佢唔掂得嗰種噶。佢邊個人咧，一俾佢掂咗咧，就會成身咧都會起曬麻疹啊，咁啊麻痹曬啊，跟住暈低。咁所以佢就喺度指揮所有動物做嘢，一定要聽佢話事啦。嗱，我叫你做乜啊，你又做乜啊？攞我啲咩嚟啊？咁喺度指呼呼喝喝咁。咁佢四個梗係維持安寧啦，咁啊，但係冇個有用啦。即係個個都冧曬，就唯獨是阿 Private 就諗到條橋，咁佢就做一個，即係鐵夾咁樣噶啦。咁佢就噔噔噔咁走埋去啦，咁就好細。我唔驚你噶，你唔好以為你掂我我就驚你啊，我唔驚你噶。但係其實佢唔係去走埋去捏佢或者做乜嘢，佢其實係走去擁抱佢。擁抱佢話，其實佢咁大個，由細到大都冇人擁抱過佢，冇人愛過佢。所以其實啲人咁啲人，有啲人係咁樣咁惡嘅咧，佢個背後其實可能好慘。點解會搞成咁樣？咁所以我就成日咁樣提自己啊，呢個好有啟發性嘅咧。自己咁樣啦，邊個人如果係好惡嘅咧，或者佢背後好淒涼啊，或者細個俾人遺棄啊，又或者冇人冇物啊，咁啊淨係得呢啲，咁所以係捉到就搞到自己咁乞人憎啊，咁其實佢係好需要人幫忙，咁啊咁樣提自己，咁所以咧馬丁路德又話嘅，佢話咧佢都係即係佢嗰個決定都係要即係呢個愛行先嘅。因為如果有仇恨啊，仇恨太重啦，孭住啲仇恨係太重啦。咁而佛陀都會話啦，仇恨永遠唔可以平息仇恨嘅，仇恨只可以俾非仇恨嚟平息嘅啫。就好似黑暗唔可以趕走黑暗嘅，只有光明先辦得到。光明有光明就冇黑暗啦，有黑暗就冇光明。仇恨就不可以趕走仇恨的，只有愛才可以趕走仇恨。所以你如果說仇恨和仇恨兩個國家打仗，人和人打仗，人和人吵架，結果這樣的結
係真係要愛，或者一方面要讓步先至可以嘅。咁呢個咧喺佛法嚟講咧，叫做一個互相抑制嘅道理嚟嘅。我哋唔可以同一時間入邊又感到慈愛，又感到仇恨嘅。咁我人咧真係好精神分裂㗎啦。咁你 有慈悲，你就唔會有仇恨；有仇恨，你又好難慈悲嘅。你是打一樣嘅啫。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嬲咗某個人，但係又好真誠地話，我而家要強調啊，真誠喎，真嘅喎，唔係假假意嘅喎，真誠地，好似好真誠地想用慈愛去代替呢個仇恨嘅情緒啊，我哋可能冇辦法即時就對嗰個人培育慈悲啊，都好難嘅。你諗起邊個人你最憎嗰、那個？即係你睇佢，你睇佢後，你睇佢，你睇佢後邊，你睇見，你睇佢，你睇佢後邊，憎佢前邊。你睇佢前邊，憎佢後邊。我唔知啦。總之你憎佢，你好難話一開始就你教修慈悲觀咧，好難話一你話要揾個對象，好難話。哎呀，你要對嗰個人慈悲好難。你首先要對自己慈悲先，由自己，由即係好似戴隻眼鏡咁樣咧。我好中意依個公仔嘅，未嚟喎個公仔，因為慈悲唔單止係只關愛他人嘅，亦都係對自己，對自己首先要慈悲先。我好中意呢個公仔嘅，依、這個公仔咧，嗱，你譬如你要散啲慈悲心出去咧，嗱，好似你係出有一個大啲嘅，嗱，你散啲慈悲，散啲慈悲心出去咧，係要由自己開始。即是你如果自己都冇嗰样嘢，你点俾到人？所以好中意人哋问我攞嘢嘅，其实你所以因为你自己都冇嘢，你点有嘢俾人？所以其实你譬如话你譬如讲书啊呢啲咁样咧，亦都系对自己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嘢嚟嘅，因为你要逼自己温习啊。你點又你都冇你都冇貨，人哋問你攞貨，你都冇貨，咁點算？咁你話慈悲呢啲咧，都係一啲重疊嘅概念，全部係一啲自發㗎，好健全嘅對他人一啲慈愛同埋關懷嘅意向嚟。咁其中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道理喺入邊，就係大家原來都有關係，有拉楞。你如果覺得如果你體會到原來人人都有啲拉楞，好似譬如你屋企人，你諗下，你屋企人一個屋企人病咗，成屋企人都病曬嘅。其實呢個要陪，要輪住隊去，或者要陪屋企啊，或者輪住隊要整嘢啊，整嘢拎去探奇啊，俾嗰個屋企人病咗屋企人食，所以成家人都有事。樣樣都有關係嘅，即係正如我上個禮拜喺度講，如果我喺度講，你哋喺後邊聽得又喺度合下頭啊，同我笑下咧，你唔好以為同我冇關咯，即係你係咁樣俾反應，我喺度又講得開心啲，我講得開心啲咧，你又聽得開心啲咁樣，所以樣樣其實都有關係，你唔好以為冇啊。我哋話慈心嘅種子，種慈悲咧，你話修慈悲觀咧。作為一個有情的眾生，你收集慈悲觀可以由自己開始。通常呢，自己又跟自己說這幾句話，願我充滿仁愛的心，願我凡事都慷慨，願我凡事都感恩，願我慈悲仁讓，願我幸福自在。你唔好以為樣樣都係咩都係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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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點解嘅？頭先先至話我啊我啊唔好噶，但係你一定要由自己充滿呢啲好嘢開始，你先至散到好嘢出去咯。因為你如果自己都，因為如果你話修慈悲觀咧，係當你個人靜咗落嚟之後咧，慢慢喺度諗呢啲説話嘅意思。就重複重複咁喺度諗呢啲説話嘅意思。咁因為我哋個人個心咧，就好似譬如打個譬如，好似沙灘上面嘅沙，你係得咁多沙，你啲沙要嚟做咗個
你個沙要嚟做咗個城堡嘅，咁就冇乜沙嚟做第二啲嘢噶啦。咁你如果你個心係充滿咗仇恨嘅，你就冇乜位，即係你要將嗰啲嘢轉咗佢先得。轉你要將嗰啲慈悲，將嗰啲仇恨轉咗去做慈悲先得。咁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轉住慈悲嘅嘢咧，咁你就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嗰個公仔戴嗰隻眼鏡，全部都係慈悲嘅嘢，咁你個世界你睇乜都係心，你個世界就係咁樣。你所以話個心做個世界嘅，你唔好以為話大家雖然話大家喺同一個咁樣嘅空間，大家個世界可以好唔同。我喺度講嘢嗰個世界，我寧願坐喺度啊！真係，你喺度聽嗰個世界又好唔同。同一個空間都可以有唔同嘅人嘅感受啊！有人可能覺得好凍，有人可能其實覺得好熱，但係都係同一個空間啫嘛。就你自己個心話啦，你個心就做你自己個世界啦。咁所以你如果個心係靚嘅咧，充滿住啲咁嘅仁愛啊、慷慨啊、感恩啊、仁讓啊、幸福自在咧，咁就幾好。因為通常咧，你第一個用自己做對象先嘅，用下咧就諗一個你自己親嘅人，即係同你關係良好嘅先。咁跟住你就，譬如我媽咁樣，譬如我同我媽關係良好，咁我就跟住我就發願啦，願我媽媽充滿仁愛的心。嗱，我而家真係即係要諗入邊嘅意思，即係好似送一啲祝福俾佢嘅，唔係好似念口簧咁啊！願我媽充滿仁愛的心，願我媽凡事慷慨，願我媽凡事感恩，願我媽慈悲仁讓，願我媽幸福自在。你真係願佢幸福自在啊！真係想送啲好嘢俾佢咁，唔係齋念口簧講。好啦。咁你講得多咧，自己講得多啦，跟住就再揾多個對象，好似譬如話一個你唔熟嘅人啦，好似譬如樓下屋企個看更，願阿彪叔充滿仁愛嘅心。呢個係已經嗱，你明唔明啊？由自己開始已經開始散得遠啲，再散得遠啲，再散得遠啲。好啦，願完阿彪叔咁多嘢之後咧，跟住就可以。你已經充滿曬一啲慈悲慈愛嘅心啦嘛，到時你就可以要嚟散俾你個仇家啊，或者咩噶啦，咁啊散下咧，咪散到俾全世界咁啊所有嘅人。咁你可能覺得呢啲都好煩，好長時間咁嘅嘢，咁啊成日要咁做好長時間。咁咧有一個呢個練習咧，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係真係隨時自己都可以做，因為嗱你睇下。因為咁樣叫地鐵啦，地鐵入邊係好多人噶嘛。咁你可以咧，日常生活之中點樣收集你個慈悲心咧？喺個地鐵入邊咁多人嘅時候，咁你可以對住每一個人咧，同佢念一句佛，或者你話啊嗱，你對住佢哋，你望住人噶喎，你真係想送個好嘅祝福俾人，唔驚噶喎。因為個個人都好唔得閒嘅喎，咁你可以，我真係成日都係咁樣，因為唔怕喎，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即係我基本上就係一個親近心好重嘅人啦，咁我基本上就好唔中意咁多人嘅，我就好唔中意，因為我又矮啊，冇辦法，咁搭地鐵逼人咧，咁人哋就會喺我條頸嗰度呼吸咧，我就好唔中意嘅，咁。我就後尾我戴口罩啦，當然咁戴口罩又好啲啦，咁人哋又睇我唔到咁樣啦。咁人哋個個其實又好忙，冇個人望住你嘅。咁你可以對住每一個人都送念一句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嗱，我望住佢講都得嘅。其實你真係想你念嗰個佛號咧，你念嗰個佛號嗰陣時候，你係真係想送啲好嘢俾嗰個人嘅。南無觀世音菩薩。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个心讲啦，梗系吓，咪即系吓死人咩？咁你试下啦，你譬如每一个人你都系咁讲法咧，
咁你就唔會驚多人啦。第一件事，你多啲人咧，又越多人我念多歌，係多啲嚟物啲手。呢個咁樣玩法嘅，喺車廂入邊每一個乘客，默默地啦喺你自己嘅心入邊啦。你譬如係念開阿彌陀佛嘅，你真係念南無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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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似咧係為嗰個人送出一個好特別嘅祝福，跟住重複。我哋好多時候喺醫院都係咁樣，教啲病人做。你有姻緣，大家喺埋同一個病房，咁梗係有啲理由先會大家做到院友啦。咁你咪送，你咪每一張床，即係都望一望，南無觀世音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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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邊個人，你都可以念一句佛號咯。你當係送啲好嘢俾佢咯。咁呢個係一個好好練習，一陣間大家翻屋企嗰陣時候可以試下咯。即係小心啲啦，唔好即係人哋以為你做乜嘢。咁可以，你要再簡單啲咧，再簡單啲咧，就係吸入嗰陣時候收曬所有嘅嘢。付出的時候就全部都是散一些好東西出去，衰東西賣光你，吸入好東西出回去，這個最簡單了，是吧？一呼一吸就關懷自己開始。咦，這麼快講完了，好啊，就是呢，這些東西我們平日呢，德蘭修女，因為德蘭修女我們覺得她真的是地藏菩薩，因為她越苦越硬是苦的，越苦的地方他就去，他不苦的地方他不去。他有一句说话很好，他讲得，他说不是我们个个都不是说，未必我们个个可以做这些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爱心去做些小事，就是这个他讲，就是充满爱心做事，慈悲心啊。那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那个心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这个两支箭这个譬喻啊？两支箭这个譬喻呢，讲着个心嘛。佛陀讲过有一个这样的譬喻。譬如第一支箭呢，就是必然中的。好像譬如生了下来，一定会老，一定会病，一定会死，这些是一定会中的了。或者有些是客观的事实，譬如我今次升职轮到我，那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不得改。香港1997回归了，这些是客观的事实，那这个是第一支箭来的。第一支箭就中必然的了，中硬了。你要粗俗一点说句，你是怎样都要，你要硬吃的了。但是第二支箭就不同了，第二支箭有得选的，中或者不中就随你了。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心对第一支箭的反应。比如生 cancer，好多人話而家唔知著咗幾多個人之中，梗會有一個人一世人梗會中一次噶啦。咁生嘅，你要生，你一定生咗啦。咁必然噶啦。咁我或者你之後你做化療，我做化療，個個都要做噶啦。咁化療之後有啲咩反應啊？必然噶，或個個人唔同，但係一定會有反應噶啦，或者呢樣或者嗰樣。但係咧，你可以揀你怎样去看这件事，因为是你自己的心的问题，未必一定中了第二支箭。就好像譬如移民，很多人都移民了，移民了去加拿大，那些同一个客观的环境都是叫加拿大的地方，第一支箭都是中了，移民了，
但有些就可以很苦闷，成日都在这里又不出间屋，成日都躲在有些呢就好像去了新大陆那样，啊哇我种什么种什么种什么花种什么花种什么生果，哇原来士多啤梨都可以很多种的，忽然之间多了很多时间。咁有啲就好愁，唔知點算，係咁睇住個鐘，咩一日咧就搞到成十二點幾先起身，咁啊先至哦，咁啊食晏啊食晏當早餐一齊食，咁搞到咧亂曬咯。有啲人就好精進，因為加拿大係一個好適合修行嘅地方，又夠靜啊嘛，咁所以哇可以睇經啦，可以拜佛啦，可以持咒啦，哇可以做好多嘢喎，咁係嘛？同一件事，但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反應，呢、這個就完全睇你自己啊！所以这个譬如是好，我另外这个我都很喜欢讲，条路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了，是不是都是这样来的了，你看看你自己选，你喜欢炒埋山那边呢你就是这样咯，你喜欢望海啊望风景那边啊不是开心啊影响，那条路是不是都是这样走的了，就是你自己选的，每一天是你自己选，是你自己的心话。所以呢有一句叫做随其心静则佛土静，佛土其实是你的心，那你的心清静，那你自然就去到哪个地方都觉得没问题。所以有一个叫花严经，花严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叫做心如工画师，大家知道啊，大家如果有看地藏菩萨地藏经，又是地藏经，地藏经印亲地藏经之前一定有这句觉林菩萨偈，你们没听过觉林菩萨偈，听过觉林菩萨偈很精彩啊，不如听下了，这么得闲听过啊，尽念
佛的说法的声音而正果的，
他们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咁有啲就叫辟支佛或者叫圆觉嘅，佢哋就观想十二因缘，就唔呢啲又高班啲嘅，呢啲就唔使听过佛说法，佢直情睇见花开花落，佢都明白哦，呢叫不生不灭啊咁，即系呢啲系，所以佢系见佢哋系圆觉啦，所以话圆系缘起嗰个缘啦，佢哋就咁样就觉悟噶啦，佢哋就正辟支佛果啦。咁呢啲都系小乘嚟噶，小乘你知系咩意思啊？小乘一车好细，而家讲嘅车啊嘛，车细啊自然行得快，即系好似法拉利或者跑车，得两个位嘅啫，捷一声就可以入到屯门噶啦。如果你系大乘嘅车咧，大乘嘅车好似960大巴士，大巴士咧系好慢嘅。因为佢呢个站又停，嗰、那个站又停，个站都停，又俾你上，又俾你落，佢唔理你咁多，佢总之就车晒你哋个入屯门，佢唔理，嗰啲叫大乘，总之要个个都要成佛嘅，个个菩萨啊，嗱咁我哋头先讲呢样成六道啦，即系靠做咩嘢？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嗰、那个系。但其实要法莲花经跟你讲，无论小乘好大乘好都没的，全部都是佛乘，大家都要成佛的。这里大家是发什么心的？大家想着这么好啊，这么好啊，没有发了心就是的了，发了心就是的了，我们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的，很难的。舍利弗是不是舍利弗尊者？要问道元法师，他的故事比较熟悉。话说佛陀呢有个大德，就是他的弟子，我记得好像是舍利弗，他是小乘的人，初他过往学佛的时候，他是小乘的人，他就想着哎呀，我都要学人家大乘的佛法，我都要学做菩萨成佛好啊。咁佛陀本身係你妙法蓮華經講噶嘛，佢佛陀嘅本懷就係想個個都成佛噶嘛，個個都其實個個佢自己覺悟，佢菩提樹下邊覺悟嗰陣時候，佢話啊奇哉奇哉啊有趣啊有趣啊，原來個個都有成佛嘅可能性，只不過大家因為好多妄想啊什麼什麼而唔證到嗱呢啲咁煩惱就。遮蔽了你的菩提心，但是它不染污得你的菩提心的嘛，它是遮蔽的嘛，所以佛陀会觉得 他的本怀是想其他 想个个人都成佛的，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嘛，所以有些人就是的，他那个弟子就本来想说哎呀 学佛陀这样啦，学做菩萨啦，想成佛。咁佢咧就有一次乞食啦，咁啊见到个小朋友喺度喊，咁个小朋友因为佢发起个慈悲心啦，哎呀小朋友你做咩喊？佢话我妈病咗啊，哎呀你妈病咗咁惨啊，咁要咩？你想我点帮你啊？咁佢话哎呀我要食药咯，咁嗰啲药我要药引喎，咁啊要咩药引啊？要人嘅眼啊！咁我吓。好不好学做菩萨，我给你挖了自己的左眼出来，嗱，我给只眼你回去煲药给阿妈吃啦，我不是要左眼啊，我要右眼啊，我说吓，好啦，卖给你啦，唔紧要啦，菩萨是可以的嘛，他们真的很无我的嘛，他们觉得，点知那个小朋友看给了他之后右眼了臭的不要，不是被他脚捽，唉，咁于是乎那位尊者就觉得哎呀众生好艰难度，众生真的好艰难度，咁但是点啊，你们个个想做菩萨咁啊，唔係真係要你抹隻眼嘅，佢
捐下血得唔得啊？嗱菩萨呢，嗱如果你话一定要嗱，我鍾意呢张相，佢好似好自在咁样嘅，即係佢无论咩情况都好，佢都好似冇所谓。菩萨多数係咁样嘅，微微笑微微笑，其他啲古灵精怪嗰啲呢就叫罗汉嘅。即係我已经搵啲最好样嘅出嚟俾你睇㗎啦，但佢哋个个都古灵精怪，冇一个相好庄严。点解会咁嘅？修行人啊，虽然个个不同，但佢哋个个都要叫个个都要储资粮，系嘛？咁样罗汉，佢哋你要修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哦，脱离嗰个轮回，三界苦啊！我唔翻嚟啦。我要快快脆脆走啦！我淨係搞掂自己就算啦。你快嚟啦！啧一声入咗屯門嗰啲咧，唔理啦。菩萨唔同啊，系咁，所以咧，有冇睇到嗰啲罗汉嗰啲样好古怪嘅？系嘛？你去睇亲啲十八罗汉啲样都好古怪嘅。菩萨唔同嘅，菩萨唔会嘅。喂，罗汉。那些小城那些声闻缘觉城那些，他不用好样的，你知不知道？他不需要好样的，你最好不要埋嚟。你最好不要亲近，最好行开一点。菩萨一定要上好庄严，他要等大家喜欢亲近他才可以大家上个960一起去，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个个都是想着他们想着各个搞定就走了嘛，所以他不需要上好庄严，所以他不是这样，一个二个古古怪怪这样。那也不是好事啊，你想想，你有时你想想，你之所以有今日，受过几多人恩惠，麻烦几多个人帮过你，不用讲好多东西啊，你现在这么好，有冷气有电有灯，去廁所又有水，又有沖廁，又有抽水馬桶，邊個幫你做？幾多人？你食嗰碗飯啊？幾多個人出過力？你食嗰碗飯啊？你屋企有人煮，或者你去煮俾人啊？算啦。但係你之所以有今日，你係受咗幾多人恩惠？你梗要幫翻啲，你梗要幫翻下人嘛？你自己得利益就咁走咗去算咩？你怎算？所以不过这些是没得逼的。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那些就算佛陀那些弟子呢，他们表面上是罗汉这样样呢，表面上是小乘，因为他们回小向大的嘛，他们秘密其实是修大乘的佛法的，他只不过是现过小乘的样子。所以你讲到有情观都应该要讲菩萨的，因为菩萨咯，或者叫菩提萨多咯，即是梵音译过来，他们都是有情的一种，不过他们是觉那种觉有情。菩提萨多嘛，菩提就是觉，菩提就是觉也，萨多就是有情。所以他们都是要储资粮，他们要修行什么？修行六道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还要是很无我的精神啊。他们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所以你看到呢，菩萨他们有一种呢叫做，或者叫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有这样的悲心，他们自己没有病，众生病他就病了，他们自己没有苦，众生苦他就苦了。所以如果大家得闲，如果看看，好像听讲啊，我如果没搞错，在逢星期二在大会堂，香港中环那个大会堂，正达法师开始讲这个维摩诘经。
維摩經咧，維摩居士咧，居士嚟啫噃。但係嗰陣時候，即係佢病咗，咁嗰啲世尊嘅弟子咧就要去探病，但係冇個人敢去，因為嗰本維摩經咧，維摩居士咧就鬧嗰啲小城嘅人嘅，鬧佢哋係招牙敗種啊！我聽話，招牙即係燒焦咗嘅。敗種啊！啲種子如果餓咗嘅，點生到嘢出嚟喎？咁所以就佢就所以成部《維摩經》咧都係讚歎大乘嘅，咁就呵斥嗰啲小乘。咁又所以啊，大乘嗰啲譬如菩薩咧，佢哋有呢種咁嘅心態啊，佢係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如果用現代人嘅語言咧，就是菩薩的存在就是為了他人的幸福。說多一次，菩薩的存在就是為了他人的幸福。你今天有沒有令過一個人幸福啊？如果你發心，你如果有個你發了個心，你自己我終有一天要成佛的，那你都是你是想成佛的，咁你係算係 BB 班菩薩㗎啦，或者都好階好要修行要好高階位嘅菩薩㗎，因為嗰條路好長嘅。咁唔單止希望利益自己，亦都希望利益下人啦。咁所以菩薩咧又有一種叫做悲心救苦、倒駕慈航嘅。點倒駕法呢？即係行另外一個方向嘅。即係當譬如一棟樓要冧啦，火燭啦，呢啲消防員咧，啲菩薩嚟啦。嗱，個個人係向一個方向行啊嘛，出去嘅啫嘛。佢唔係，佢反方向入翻去，救翻啲人，再出去，再入翻去，再救翻啲人，再出去。咁係反方向行，所以為之倒駕慈航啊。咁你唔好，所以話。你这些这样精神菩萨不是一定好像求先的这样叮叮叮叮叮穿些衣服飞呀飞呀那些这样叫菩萨的，这些这样都可以叫菩萨的，现在这些是现代的菩萨来的。现在我有介绍的，这个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这位先生，这位教科学的先生，这位先生他挡子弹过来，有些小孩他 有個學生拿着把槍來射他的同學，不是這個、啊、這個人是、這個、又是他學生，不過呢這個人就發起一個籌款的機制幫他籌錢，他就走去擋子彈，還制服了那個拿槍的人。菩薩都有很多種的，你不要以為只是人、啊、那次、大海啸有隻馬騮仔走去救隻狗仔啊！佢何必啫？但佢又何妨呢？咁佢就走去救佢啦。咁所以咧，菩薩咧有咁樣救人嗰種悲願，淨係有救人嘅悲願唔得噶噃，你要知道。就算我哋想挖眼嚟幫人，我哋有咁嘅心都係好。有冇留意到呢位老師啊？佢幾大隻啊？佢咁先可以擋到子彈，先可以揼低嗰個揸槍嗰細路喎。呢啲消防員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噶，佢哋係有能力噶。所以你淨係有。慈悲的心想去救人，你都要有能力先得。佛法呢其实成日都是讲紧两样嘢，你除了有一个大的悲愿，大者大到无论呢，即是无边际的，你不懂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即是直情不是说只是你家人你先救，或者你懂他的先救，直情三不懂七，总之你剛才那位老師呢，後來那些人想訪問他，
話：哇！你做件咁犀利嘅事啊，大英雄啊！咁佢唔肯接受人訪問嘅，初初佢卒之肯出嚟講嘢，佢講嘢嗰度都係話：你唔好當係咩一回事啦，任何人都會做呢件咁嘅事噶。哇！呢啲真係直情菩薩嚟嘅喎，菩薩係做咗嘅嘢唔當自己做咗噶嘛，佢唔會認係咧。我就做咗係啦，有個笑話啊嘛，冇講過誒。我就最唔認叻嘅啦，咁所以咧，佢哋做咗唔會當自己咩事咁巴閉嘅，即係佢唔會認為，佢會覺得誒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任何人一定要做嘅。佢係除咗有個咁大嘅悲願成就人，仲要有智慧、有咁嘅能力先得成就人喎。咩叫成就人啊？令人哋嗰件事成，即係好似譬如誒嗰、那個人爭唔知幾多廿萬，佢就可以做到啲咩事㗎啦，就可以起到誒、個化學中心或者點樣，咁你就去幫佢籌呢啲咁嘅錢，或者這個呢個咧誒唔知邊度需要幫忙誒七月八號可能要拎好多地拖啊，要拎好多要拎好多掃把啊，要拎上去誒、地堂仔咁。咁就好需要男眾去搬嘢，咁就係令嗰件事成咯，所以為之叫成就他人咯。咁你又要有咁嘅心去幫人，但係你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嘅心我哋今日就講咗啦，慈悲嘅心。咁我哋本來諗住下個禮拜先講嗰個智慧嘅，因為智慧其實講乜嘢呢？即係我哋 下一堂講嗰個叫做平等嗰、那個平等觀。平等，咦？咁我咁可以講埋，睇下大自然成員再來呢、這個。嗱，咁咪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咁多種唔同嘅分類，都好似冇講佛喎，嗬？因為佛陀是覺悟了的眾生，眾生是未覺悟的佛陀，反掌覆掌而已，好像講得很容易，三大阿僧祇橋。我記得淨達法師也是很有型，他講了一句，那時候他可能分分鐘不記得了，我講出來了，他說雖然你發了個願，你都要開始修行，你要開始動，如果你不修行不動，你就這樣坐在這裡，他就說你三大阿僧祇接之後，你看著我識淨達成佛啦。哇，多有型，你不動、即如果你坐在這裡不動，他就在走的，你到時你看著我成佛啦。哇，多有型、所以迷真起妄，迷了佛那個就是眾生，反妄歸真度了眾生，度了自己的眾生，不是度外邊的眾生，自己入面那些貪嗔痴眾生，那個就是佛。那要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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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反掌覆掌而已。那剛才那個《花嚴經》那個《覺林菩薩偈》都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那如果我們講到都講完了，盲點有時間那個平等觀是什麼平等啊，我們下個禮拜講的，現在講了，現在開始講很多東西呢。為什麼你說佛法是最平等平等的呢？樣東西自作自受，不要怪人，又不用說怎樣嬌慢，那裡那個書櫃有個叫了凡四分的，就在這裡說明明、看上那個說你又沒有仔送終，又說你又沒有官名，又說你、又短命，誰知他就走去了凡原了凡居士就走去做好事，那就他的條命又有仔送終，因為他寫這個了凡四分出來已經超過了人家批他那個歲數了，他又有官名，又有仔送終，又長命，就因為他做好事。
咁所以我哋佛法就有一句嘅，佢叫做欲知前世因咧，今生就受者是，即系你加下。加我之所以咁样咁矮啲得，点解我唔可以高啲啊？点解我唔可以好似门神咁威猛？我知点解嘅，我知点解嘅。话说我哋后生啲嗰阵，仲好似你哋咁做居士。穿高踭鞋，哎呀，抽筋！哇，我高得几寸咋，几娇慢啊！哇，见住自己个老细咁啊，所以抵我冇得高啊！我知点解噶，所以咧，点解系女人啊？我知点解噶，今生受者是，点解会系女人啊？情念重咯，痴立立咯，女人雜氣多咯，買嘢隔三家咯，諸如此類咯，所以唔好制。所以你做咩嘅業，你就感到個咩果報？因為我應該就冇咁大嘅怨，咁大嘅悲怨，話要度其他嘅女人，所以要受報。我諗我都係焗住要受翻呢啲嘅啫。欲知來世果咧，今生作者是。因为佛法是不跟你讲宿命的嘛，它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的嘛，虽然你一定会老，一定会病，一定会死，但是你怎样死，在哪里死，几时死，死去哪呢，这些你现在可以把握的。所以说但是你又说杀人放火金腰带呢，那就是为什么呢？咁明明好似唔係好，好似好矛盾咁喎。好似修橋補路嗰啲又冇屍骸。不過你上個禮拜都答咗我噶啦，咩時辰未到啫，係嘛？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啫。咁所以完全都係自作自受嘅，好平等嘅。而家都係講翻呢樣嘅啫。嗱，咁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樣嗰啲咧，嗱，佢哋個個都唔同，但係大家都要儲思量啊。咁他们修行的目的是不同的，菩萨和那些阿罗汉们，你们学佛为什么？看看你们怎样先，你们学佛为什么？蛤？离苦得乐。啊，好，离己利他，离己利他这个大乘的东西，离苦得乐，令自己离苦，令大家都离苦，希望得乐，离苦得乐。 OK， 好啊。有咩？你哋为咗咩？你净系你自己啊？好惊自己唔好承认自己嗱呢、這个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惊住我哋成怨成，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上次都话咧，我哋分分钟都系焗住再来嘅多，因为焗住承住我哋系随业受报嘅多啦。成怨再来一些，或者是以前的大德他们可以成他们的怨，他们自己有把握的，我们是没有把握的，不知去哪里的，就是我们发愿，发愿生净土的，但 是有没有把握呢，真的都未知。修行的目的离苦、你脱离三界、求解脱生死，求解脱了生死，就是这样啊。哎呀，我想这些是很小乘的思想来的，大家都真的论尽了。没一个说要成佛，我唯求作佛，不求与物，这样的。你阿罗汉们呢，你真的要做。来了，阿罗汉就是要除烦恼了生死的。菩萨呢，除了除烦恼了生死，他都要做这些，不过他们还做多些事的。喂，这些有佛不成的，不要成佛了，我不成佛了，我总之我了生死除烦恼就算了。但是菩萨不同，菩萨他们呢，他除了这些呢，他还要所谓庄严净土，成就众生。他们要成佛嘛，庄严的净土，整靓搭订
整靓搭订，等多啲人可以嚟学嘢。嗱，你譬如呢度好多干事们，好多义工们，成就呢笪地方，整靓搭订，等大家可以嚟学嘢。唔单单止自己得利益，希望啲好嘢大家都有份。呢啲系做庄严正道、成就众生嘅嘢，呢啲事业。所以啊，呢啲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好好噶。我哋头先讲过嘛，有一种系叫我嫉妒噶嘛，有一种叫做唔抵得、不耐他荣啊，唔抵得人哋。嫉妒呢不抵得，这个不好的心态来的。用什么对付一些不好的心态？这个随喜心，随喜他人的功德，不是不抵得人家，对吗？就好像说光明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随喜就没有嫉妒，有嫉妒就没有随喜，一样。所以菩萨呢就做这些这样的事情，希望成就到多啲众生嘅，因为你如果要成佛系靠众生，唯独是靠众生。你冇众生使乜成佛咧？系咪先唔使做啦？冇人都唔使做啦。咁所以，菩萨就系做呢啲咁嘅嘢嘅。喺佢哋嚟讲，因为佢哋有咁样嘅，有咁嘅悲愿啊。悲愿我哋今日想讲多啲嘅，下个礼拜我就讲智慧噶啦。佢哋有咁嘅能力嘅。因为慈悲和智慧对佛法来说都是只有这两样东西的，两样东西都同样地重要。你有慈悲没有智慧，我好慈悲啊，我挖一只眼出来都可以，好慈悲，但我没有方法啊，那是没有用的。谁来问我借钱我都给、啊、哇，你去拍粉，你去拍丸，你去赌，你去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不是很有智慧、啊。但你如果有智慧又冇慈悲咧，又唔得噶噃。我好叻啊，我硬叻，但我唔帮人，我乜都识，但我唔教人，我话知嚟嘅，咁又系唔得噶喎。咁所以慈悲同智慧都圆满嘅，嗰、那个就叫做佛，咁劲嘅，咁我哋梗系要学。其实，你哋个个发啲咩愿话？其实你个个发晒大菩提心，你个个发晒大愿噶啦，你哋唔知咩？你唔知咩？你哋嚟咗咁多堂，每一堂完咗就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噶，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喎、哦。你焗晒，你个个发啲咁大愿噶啦，冇得你哋唔发噶啦。嗱，而家够钟啦，我哋嚟回向啦。不敢发了完了，九点了，没事问我。下个礼拜如果你再来呢，下个礼拜就是我问你的事的时间了。你不要拍手，如果下个礼拜你来我专门问你。可以起身了，我们回向。我们现在回向发个大愿，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大家向佛问讯好了。